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营长，鼓鼓掌，帮我鼓一下，谢谢。我说鼓不了掌，帮我鼓一下。不正常啊！你看这个小装饰很好，你们俩 不太像啊！你挺像 cosplay 的，这个挺像 走秀的，那个像变魔术的。那你看看你嘞，我像个神经病。今天是我们夏令营，简称出场吧。太好了！天哪，留学生。有的气都没了，可以是不行了吗？不行了吗？今天我们来到了长隆野生操场，全力以赴的行动派二。你叫名字吧？你叫赵小棠，不是丹顶鹤吗？他叫赵丹顶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在名字里面你要露出那个鹤字，显得没有文化。我叫孟彩虹，因为我是彩虹妈妈。然后那个哈波斯。李呢？李大能。不是李。李干是什么？大鹅叫什么？扎斯汀叫假辛巴，辛巴拉吧。辛巴拉是什么？对，他一下起完这些名字会变得很诡异。我们第一次见熊猫，已经见过一次，但是很远的距离。期待看大熊猫。是在抖音上经常会刷到熊猫。Hello， 我们的熊猫大帅，区一共有14个。你好。哎，那个是吴征的意思了哈。这是咱们动物园里边最有名的了吧？帅帅比较有名的地方是他的大眼睛。哦，帅帅，是帅帅吗？帅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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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毫不搭理我。老师，我们帅帅的生上就要到他的生日了，我们接下来爱的投喂准备一个生日礼物。啊，那我们去准备吧。挑选你们喜欢的食物吧。是个什么？是这个肯定是最爱吃的。酥竹还是不吃呢？吃的是细竹。你这好香啊。对啊。我能吃吗？我们的任务是喂饱熊猫，不是喂饱你。你这个有点离谱啊。我觉得你要不给他撒点蜂蜜，好下口。是不是有点饲养员了你？还给弄碎了，就是给它挖开，里面放点蜂蜜，返璞归真嘛。你这个好像那个捣蒜器啊。这个是夹心蛋糕，简单最好。不是，主要是你那个确实也容易被它很快吃完。总比你这强，你这也太健身了。孟哥，你以前当健身教练的吗？健身餐啊，这熊猫回头练出6块腹肌，谁负责呀？这熊猫回头举铁，还做了一个果盘呢，我。欢迎来到 KTV。这个什么？这是个火炬吗？怎么了？欢迎孟老师有眼光。介绍一下名字，我这个叫红汤滋吧。没有，要帮他取一个名字，叫猛男出山。行哦。我的水果拼盘嘛，两仔口水都流下来了。那为什么你在这个园区摆的有问题？我跟你说，小唐，你那个位置太好了，应该是小贾那个位置是最好的。他直接扔掉了，唐哥。你糖，对。好。大家好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轮呢，为了让你们的实力啊完全特征先给隐藏了。哇，去掉了动物属性，看起来非常精神啊。对啊，二一。有没有必要这么拼啊？哇！没事。哎，你这样，我去帮你拿，你在这待着吧。谢谢哥。我不是不太舒服嘛，然后他过来自己跟我讲说，我知道你情况了，我帮你。当时就觉得这哥们儿行，能处。他那两天身体不舒服，能帮则帮。你这样，我去帮你拿，你在这待着吧。谢谢哥。发型很贵的，知道吗？我妆全脱了。哥，你太坏了。这个仇我记下了。我恨你。你怎么没水了？糖哥，摸摸糖。哒哒。我帮你挡着，摸我走吧。谢谢哥。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就是扰清他们的视线。
我想起来都起不来，直接给我拽回去了。我这哥们力气够大的了，我愿称他为咱们这个节目最强男人，给他颁一个纯爷们奖，敬你是条汉子。啊，对啊，是这样的。行不行？走，好。你去哪儿啊？我都没有拉住，我拿个六啊。红衣不会水，他是旱鸭子。你走啊，孟哥！孟哥，使不得！不要了，咱不要了，自己了，咱不要了。孟哥，咱不要了，孟哥！不要！把他那个抢走！把你控制那个，一个姑娘，大家上座席。你的这个也太差劲了吧，有点。我带你这么费劲，你就抢了这么个东西回来，你这个怎么上去呢？你这个。犀牛，这怎么漂亮啊！我寸步难移啊，咋整啊？这咋搞啊？哎，我这……你这作弊啊！你别拽我！不，小蒋，小蒋 ，boss， 什么 boss？boss 不是那个东西吧？他怎么跟他玩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泼你水了，还帅啊！你过来！必须要拿到球！抢到了！小唐，拦着他！我来撕他！老师们好 ，Hello， 表演来给你们制定适合你们的岗位，那么就请各位同学准备才艺展示。好，老师们好，这么狠，这个好。我还有另外一个才艺啊，你没事吧？这个才艺除了污染环境哈，没别的作用了。好嘞，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这个人呢，下一位我们的哈尼同学 ，Hello， 欢迎，直接录取了吧？直接录取了，暂停一下，我是哈波斯，哈 boss， 下一位，全场男人里最佳的人。各位评委老师好啊，我叫李该，线下我也没有什么才艺，只能拿一个童年的一个爱好出来。我是玩个悠悠球，你不会吗？我不会呀、啊，你小时候没玩过吗？没有，孟哥小时候还没有这玩意儿。
没了，好，就差不多。你应该上街边玩溜溜球去，那叫空竹。我们有请下一位，我的名字叫孟彩虹，你给他拍个直拍吧。哇，近哎，征服不了你们了，我，你快点，还有好长呢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身骑着白龙，他是一个骑的美食家，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，把悟空误会了。现在就是去排练接下来的节目。好，然后就是可以瞬间消失。不要卖酒，刘国庆呢，兄弟们，刘国庆，哎，快快快快，刘国庆呢，刘国庆，乡亲，来吧，小朋友呢，这送给哥哥姐姐们，西瓜子，帮我送几个，来，完美，送给他一朵花，谢谢。送我吧，送我吧，我要那小贾主动一点，送给女生吧。送给你，我的王子，送给你。爱的银元们，我来了。太棒了，哎呀，彩虹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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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你们三位共同完成，那我们现在就成人了呗。没错，颁发给你们三个人。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谁有谁有拜。